东西那球星来那个来冲个盆噻，挑那个坎子的等下踢进了个哈，哈是刚刚就轰了个摆的，好还个风吹到我的屋来，就干脆将我的屋啊全部倒起，打烂的屋。 来了，搁到前面。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，天突然暗下来，然后呢，应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，一阵很大的风，我看到的应该是龙卷风，树丛在经过，结果呢造成这种损失。 可以去。